不错呀，我喜欢独处。我以前就拍过一个戏啊，叫《西关大少》，所以第一次来西关，有一点很特别的感觉，就是有点奇幻。我喜欢这样子。现在做这个大排档都是一起生活，很多时候都没有一个私人的空间去思考东西啊。 所以今天就是好好的看看自己，想想自己的事情。有没有稳吞面吃的？我就点一个稳吞面吧。好，音乐太好了，我自己就上来吃稳吞面。不错呀，我喜欢独处。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小春哥，他在下面吃。为什么他就是？ 会引起人注意啊！确实是，就是不会低调行事。不过。 其实我挺想做一个，去全世界的地方吃面。世界上有那么多人，照面的人，可以找到很做不一样的做法的面。意大利面也是，日本那些拉面也是，其他地方找个做不一定是只有我，一起去寻找世界上的面。时间够了，又回来那边集合。 我们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哇呀，满载满载，对呀。小春还没回来吗？那我们先走吧。<笑>他没有放我们在心上啊，他把我们忘记了。他自己坐公车回去了，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啊。迟到一点点也没多大关系啊。 有一个画画的，画了你跟你老婆。哎，这个是谁啊？对啊，那个是老虎。<笑>有画到你们，你们没买吗？我也有画。不错啊。现画的。嗯。你有付钱吗？有付钱。多少钱？49。太好了。 好，谢谢。哎，一模一样啊，10块钱是吧？好，可以。哇，画呀！<笑>我在上面吃，我在二楼看到你。啊？有二楼的没人的，我自己一个人就在吃。我以为自己在上面吃，<笑>很高级。原来上面还有一个房。<笑>哎呀，我去买了一个。买什么？ 吹鸡、扫帚，对吧？我们找你就应该用这个了。<笑>回来了，陈总，嘻嘻。这好像挺好玩的，做这个船。花田小英雄。<笑><笑>开开 人生好比一出戏，幸福不一定由天赐。成功当然是尽管一生不开心，最好不期。暂停，幻想梦似，一点多似。嘿，喂，喂，短短拍咗佢啦。点样啊？点样啊？点样？嚟啊！我哋可能 M V 用噶嘛，可以，可能唔使拍咁多嘢。 我有一个咁样食嘅，古灵兽啊！<笑>